就是能看出林丹也是在享受比赛。对，没错。嗯。主要是这个马克啊，没有太多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，来抑制住林丹，所以他觉得总是在被林丹带着走。嗯。林丹没有加速，就平平稳稳的在跟他打多拍，稍微一加速，马克马上就抵挡不住了。哇，一个往前。嗯，德国队好像来过节一样。顶过头顶进攻，这种球马克几乎整场一个没有，但是林丹只要想进攻的话，这个球基本上就得分了。这个球打得不对，自己还在想，还在比划。又一个。一个头顶杀球得分，没有接住。嗯，所以他想抓分的时候很容易。嗯，有自己的杀手锏。哦，这个是凭着一个稳网运气球。山东这位朋友弱弱的问一句：这个是入口吗？这个是边看边聊的入口是没错，但不是微博的入口。微博的入口在页面的右上方，大家可以找到有微博两个字儿，很小的字儿。贵阳的这位朋友说：大鱼吃小鱼啊，林丹是在热身，看得让人最激动的是在2008和2010年拿下冠军的那一刻，希望丹能够再拿下伦敦的冠军。哦，那就真的完满了。嗯哼。三号场地即将进行第三场男子单打比赛，下面有请裁判员、运动员入场。Now let's welcome the athletes and umpires up onto the court number four. 四号场地即将进行男子单打比赛，本场比赛由来自斯里兰卡的阿奇尼、穆迪安斯拉对阵来自塞舌尔的阿里森。三号场地 ，The athletes are Rasnastini from Sri Lanka versus Alisi Kamili from Fishaw. 差一点过网。本场比赛裁判员运气球没有过去，林丹。三分钟。林丹现在是要找运气吗？来自中国的郑三良。The umpire is David Craig from Scotland. The service judge is Zheng Sanliang from China. Eight, seven.杀追身被马克防打了一个反击。那我们这位 CNT 网友说，林丹不加速不容易打乱马克。
我觉得林丹的这个两个底角这样吊球就已经把他打得挺乱的。对，要再增加一个进攻。那你们就见不着林丹，上来五分钟下去了。那就对，很快就下去了。这也是一个林丹的一个，我想他自己也会有一个设想，希望在场上多打一会儿，把这个感觉啊，尤其是比赛的感觉啊，能找到。我想可能很多观众都希望看林丹起跳杀球，是很过瘾，就是看得特别爽。对，但是也是有很多的朋友，我看留言里都说林丹现在成熟了，小球的处理很赏心悦目。对对对对，很明显他打球的思路不像以前那种。第二局中间休息，林丹又很轻松的，哇，这个镜头也是很漂亮。然后他后面几个球有点变得有点像给你猛往前，那个稍微注意一下就行。还让林丹稍微注意点啊。这种构球都是那个球难度非常大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作为我们业余运动员，尽量这种球不够也就不够了。那种大跨步对，很容易受伤的，因为毕竟业余的他的身体素质、肌肉力量达不到这个强度。当然，如果要是您能一个一字劈叉这样叉下去的，这个、那倒是可以。如果你的，除非你的柔韧性很好，这次整个苏迪曼团体赛，哇，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往前接发球。整体苏迪曼这回整个比赛呢，世界排名所有排名靠前的队员，除非是像印尼这样。